台湾民族主义，这是咱的祖先。各位台湾国家电视台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人讲三岁小妈祖啊，今仔日我着邀请到台中的电台名主持人林明正先生哦，来到现场哦啊，伊是台湾心情的主持人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就是讲为三位小妈祖开始来讲起吼，啊，讲起着台湾的宗教观啦吼，正确的宗教观甲信仰吼，是要安怎来行吼？啊，明正大兄你好，洪庭兄你好，啊，咱全国吼，台湾电视台好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三位小妈祖啊，就是较大型的进香哦，就讲大家嘛去新港嘛，哦，啊白沙屯去北港嘛，哦，啊这种真大型的诶，这运动啊，吼，啊，现在咱今仔日要来讲这個，就是讲中国肺炎即卖伫全世界当地大力地发展，啊，咱台湾顾甲真好来讲，嘛随时有可能会爆发嘛，哦，因为迄个群众安尼来来去去，遐侪人吼，即流动的人口，韩国都一个例，互咱看。哦，新天地的即个教会啊，看到规个韩国安尼，即马无在收山。哦，啊，咱台湾，咱敢真是真正讲啊，宗教的信仰敢会当超过即个疫情的即个散布？无啦，即吼，讲实，即落真正台湾的问题啊。哦，咱讲这当然要讲这宗教，就爱讲到讲基本的宗教观。坦白讲哦，有人讲啊，台湾有信仰哦。但是我认为啦，咱台湾人也无基本的宗教观嘛，无迄个啥物叫信仰嘛，唔知啊。一般信仰是讲对随咱信仰迄个物件的精神嘛。无唔对。哦，啊，这是无咧求回报。啊，比如讲，咱要迄落吼，要信耶稣的人，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对，咱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精神，对，吼、哦，要来奉献、要来啊，甲艰苦人徛做伙，要来帮忙弱势，这倒是信仰。但是咱台湾，我讲是普遍吼，因为坦白讲，我家己本身基督徒，我是社会类基督徒。唔过啦吼，我安讲可能有对一挂人较歹势，有个人伊信基督，伊嘛无一定讲啊，我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精神嘛，无一定呢。你个用选举就看会出来。因为我咧选举有选过几，我知影嘛。我咧选举是建立我迄个教会。当然我唔是讲我介好，你一定讲规个教会拢爱支持我。最少是讲你教会牧师。你有必要甲信众，吼、哦，甲咱的迄落伊教友讲要安怎选出好的人，吼、一定安尼嘛。对。啊，因为我知影我迄个教会咧支持迄个人吼、是真正是阮遐公认的，若甲黑道有关的人啦。迄拢大家拢知影。所以我咧讲这個，当然我唔是讲要晓定啥的，这個、我的意思是讲，因为咱无一个基本的宗教观嘛。对。哦，咱咧追随变作种盲从。有阵仔你咧拜，你拜神你嘛唔知。这真济呢。哎，也有对拜，人讲也有对拜，也有对拜。咱台湾大部拢也有对拜。若无啦，是袂啊。咱有阵仔咱咧拜妈祖，妈祖是啥？妈祖好，不管伊这个故事是真诶也假。总是来讲，伊是救悲、救苦、救难。在照顾迄个咱迄落讨海人，对无？吼、哦，这个精神，互咱当好法。啊，这个好法，唔是要盲从的，唔是讲话咱逐工遐拜山啊，唔是安尼。咱就是要好法这个精神。啊，我借问啦，即卖宗庙，大部分你讲好啦，北港好，北港的董事长嘛，吼、啊，是讲咱，我唔敢全部台湾的迄落主事者拢安尼啦。你比如讲大家嘛。颜清标，颜清标是毋是啥货？这大家拢知影呀，迄拢正乌话啊。但是这信众毋知影，因为阮来拜妈祖，含有啥物关系？啊，我坦白讲啦，你像讲迄落有无？东基，你话台湾哦，足趣味啊！三骹步就一间宫，差不多行无十步就一间庙，这真正是我感觉莫名其妙哦。
啊，是安怎强庙？永过都无遐济，啊，是咱即卖变啊安尼。啊，都无法度啊，因为我讲这就是这讲来讲到人性啊，因为台湾人吼，迄个信用吼，就讲甲伊个心有关的，康熙啦，哦，自卑啦，我安尼讲对咱个好朋友歹势啦，咱台湾人因为几啊百年用统治，哦，无一个自我的概念啦，啊，变安那变成乌白了都。感觉讲，你上简单，你用主席，哦，你要、要对主席人毛分阶级嘛？有哦。穿什么衫爱捐几百万？对不？对。穿什么爱捐偌济？到我同意穿啊！啊，这就变作被阶级化嘛。啊，阶级化是安怎？就是表示讲，这个所在人民啊，已经自卑啦，感觉吼拢足矮一截安尼啦，啊，就是啊，要找一个物件来衬。衬托家己，哎，要衬托起来安尼啦。啊，所以每一个中医拢有一个迄落嘛，哦，有一个组织嘛，哎，哦，这个做理事啦，这个当干事，这个啥嘞？啊，当干事爱买票呢？哎咯，无，我即个意思是讲，爱到迄个物件，伊就感觉讲，我加一级嘛，哎，安尼啊，即我讲有阵是当人的悲哀啦。啊，有实际上哦，但别讲，我了了，我家己大兄做当机嘛，我捌一届我较亲自甲问讲大，你坦白讲有心无？嗯。伊甲他笑了笑，哈，少岁啊，你是咧哦？哎，当机呢？我知啊。哎、你猜当的人呢？这吼、哦，这我你讲到这吼，我就讲，人信用是安尼啦吼。因为吼，我自细汉对爸爸妈妈呢拜嘛吼，啊，嘛拢常常去怀疑啊你。你求讲真理就对了。我跟你讲哦，唔免怀疑。啊，所以我的意思来讲哦，信用的是信用的精神。嗯。比如讲，咱拜土地公，土地公什么精神？土地公的精神就是艰苦人，因为较早伊个土地公，伊这是有一个人嘛，哦，伊较早就是拢咧收租金嘛，啊，收租金你较艰苦，我就爱甲你收嘛。啊，所以土地公的精神就是啥？就是疼惜艰苦人的精神，是无？哦，哎，啊！你讲关公就买金，落买银，哦，啊，迄个正义，迄个正派，啊，咱要效用的，要效法就是效法这个精神，咱就是要正义，未使讲白差，啊，对国家忠诚，哦，这种忠孝节义的迄个精神嘛，啊，比如讲啊，咱咧拜迄个佛祖，哦，迄个释迦牟尼，啊，释迦牟尼的精神是啥？伊的精神就是讲。伊做一个王子，但是伊愿意去民间啊来甲艰苦人，哦啊来普度众生，啊来帮忙一寡艰苦人，就是这个精神嘛，对无？哦，即落敢那伊落许个天主，伊落伊个伊个伫印度伊个什么呀？哦，伊个迄个修女啊，哦，什么沙？德瑞莎吼，诶精神，人一样啊。人伊买当好好过日子啊，但是你看去印度，哦，去啊服务遐个艰苦人，嗯，甲迄落麻风症的人洗身躯、洗脚、啥货甲铺，对无？哦，啊，所以你若真正有信用的人，是敢若讲爱求一个效法，迄个吼，你追随的对象的迄个精神，这才是标准的。一个宗教观啦，我是感觉安啦，哦，唔是讲迄个，啊，我来讲，拢人出问题啦，台湾哦，人出问题吼，哦，这我会当相信啦，安怎讲的吼，我做囡仔都拢有滴拜妈祖，吼，啊，有滴咱厝道教嘛，吼，啊，就啥初一十五啊，吼，啊，都爱拜啥，拜土地公，哎，啊，拜啥物啊，啊，实在是我。愈大汉咯，啊，看到遐侪宗教，我嘛拢会亲身去参悟啦，去甲探讨吼、哦。啊，伫32年前吼、哦，我有发现着讲大甲妈吼，甲北港吼，因安尼进香啦吼。啊，进香的过程有口角，也是有啥物无欢喜啊？我看到这报纸讲，哎、欸，啊，咱新港洪天宫吼、哦、是开台妈祖啊，400年来的开台妈祖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是安怎感到一定爱去北港进香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就去请教洪天宫的这属心老伙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拢是校长退休啦，拢真有学问的人，吼、哦，啊，迄个时阵的环境是安尼，啊，因就伫甲讲解这过程啦，吼、
我說如果這樣，我們可以組團來和大家吼，看可以大家怎樣來我們這裡進行嗎？我這樣一發起而已，洪廷江就響應了，那個周慕林大哥吼，他就馬上招一團，啊，我們大家去美洲吼，在那裡見面，啊，見面了，講了，大家很歡喜嘛，是啊，啊，他就說好哦，啊，回來了，我們就帶董監事，洪廷江的董監事去跟拜訪嘛，去往訪啊，邀請他們來新港進香。是啦，啊，那天就成啊。我是感覺是這樣啦，進香活動，哦，還是說有什麼慶典，這是好代誌，這就當作一種民間的活動。啊，那個時候，連下感情，再來就說促進這個經濟活動，這是 OK 啦。欸，不是只這樣而已啦，齁，那個時候我了解說，哦，原來齁，這個信用齁，就是要這樣來宣傳，真正那個屬性齁，那個電視齁，校長退休的，啊，伊給我真多這方面的知識。是啊，哦，啊是你說這個呢，但是結果到尾啊吼，那個有真多變化，我是看到中國吼、美洲吼，不是那個董事長你注意啦，是後邊那個共產黨那個林文和吼，那一個政協在底下你注意啦。好啦，即馬就宗教吼，咱講實，即馬宗教變移民化了，戇民化。對對對對，這個是一個問題，咱無反對宗教。但是讲，迄个宗教应该是爱劝人爱入世，是哦，爱劝人讲啊，你爱参悟，爱关心艰苦人，对哦，哦，爱关心国家，哦，啊，包括让人民知影人，人你也看人咧基督徒也好，也是讲迄个天主教也好，哦，也是讲任何较迄落个宗教，人因得哦牧会啊啥，伊是拢会讲这嘛，对哦，哦，讲你著爱听烧，哦，爱迄落，哦，我是感觉咱台湾民间宗教哦，煞不到位啊吼。拢变甲经济有关系，无唔对，会啦。啊，咱是无反对这个讲啊，这甲当作一种民俗活动嘛，这嘛 OK 啦。总是着讲吼，这民俗活动嘛，袂使讲中国话叫做乡愿。嗯。啊，袂使讲啊，哦，敢那都着神煞变上大，唔是安尼啦。哦，其实咱过去一句话啦，讲嘛爱神嘛爱人嘛。哦，爱人爱神嘛，啊，是啦，爱人啊，爱神，爱神啊，爱人，意思来讲哦，靠人较实在啦。哦，咱有条咧拜拜，我拄好讲着嘛。对。哦，就讲咧拜拜，你也看人咧基督徒，基督徒也好，也是讲迄个天主教，因咧基督，因咧啥物拢是替别人基督。对。因无咧讲啊，我好嘢啊，我啥物咧啊，对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哦，为遮就是讲哦，咱要信仰的时候，信仰是讲哦。咱是要搁予咱这个精神，比如讲啊，这个妈祖庙精神搁发较光荣哦，啊，予人的地位搁较好、较开，唔是讲信用袂使信用甲变光荣啦，这个介重要。这吼、哦，我看到是安尼啦吼、哦，信用非常重要，因为这含建国嘛有关的，建国嘛是一种的信用啊。对啦。但是咱建国信用一直伫哦，大阿中。对，批判啊，一直无去嘛。啊，你你若讲到安尼哦，咱讲实，这嘛要怪恁家己啊。嗯。表示讲，啊，你想嘛，你的信用，你讲到够用当。是。啊，这就是咱的问题。问题。可能咱无够坚持。嗯。啊，是讲咱的方法较唔对，啊，是各方面。嗯。就刚才讲，嘛是爱宣传啊。对。哦，啊，所以有这个电视台好啊，对无？后摆遮的迄落吼，拢甲叫来。所以吼，我就是讲，为即个只吼，讲到尾啊，就是归根究底啦吼，就是讲到尾啊，倒转来嘛，是因为咱无建国，才会产生这些问题。对啦，对啦，啊，就是讲，咱的建国先无法度发扬，是，就是咱宣传无够。啊，唔是宣传无够啊，媒体拢叫锁去啊嘛。唔是，刚才讲媒体，啊，做媒体垄断嘛。会当将，会我倒去用着媒体，嘛无只认真啦。对。哦，我讲较歹势啦吼，咱最近有一个。批教授啊，哦，你一日到晚，你干那伫迄落出来门了底说，迄都无效。你讲，迄人我爱讲啊，咱当然讲讲牛哦，感觉北京是牛啦。哦，你搁讲较济也无路用，你唔免想要改变什么出来门啦，也唔免想要改变什么左龙泰啦，也唔免想要改变民进党啦，改变咱家己，咱要安怎做？改变咱家己。就干那讲神啦，咱就是迄个神啦，我。神有
但是迄是种信用甲种精神。嗯。但是真正要做的成效，咱家己。无唔对。你若唔做，我讲啦，你搁啥物新鲜篮球无命计啦。无唔对。我是感觉安尼啦。嗯。所以我讲万行，就是爱人。哦，这个介重要。好。哦，中国闹事，中国的，不乱大革命了。讲了了，讲了了。走到甲新，走到走尾二都走到无。拢走来伫台湾。中国闹事啦，各位啊，你唔要骗你。中国闹事，中国伫不乱大革命的事哦，迄个记头记了了，斩了了，你话最近有无？佮平几啊仙有无？对。做炸弹，甲迄个大不。全规个甲砸落来，当神，神看到共产党哦，走甲无尾溜啦，就敢若即摆吼，咱招标伫伫大家嘛，大家嘛就叫我甲招标放放票啦，我讲较歹势啦，啊，事实就是安尼嘛，对无？好，啊，今仔真欢喜啦吼，咱也有听到这个消息，就是讲哦，大家嘛要去新港进场演技啦吼。政府，政府，你即摆讲这话来讲，民进党政府吼。你著家己开落啦，你唔好，你家己唔爱做啊要用啊，你要规个去五万千票，哪有可能？嗯，对，你爱足吼，啊你斩钉截铁，敢讲袂使就是袂使。较有金角头咧，对啦，对无？金角头爱打起来啦，人民相应政府，敢袂当对你相应？对无？到尾人怪你政府咧。对唔对？哦，啊所以人即马干千票，甲你变啊是好啦，啊这钱哦，这有人民的力量嘛。是啊。最近大家。大家唔怕熬，何咱即下边家的人，我靠住你家家伊，或者生事。真欢喜啦吼！啊，今仔日啊，民政啊来和咱讲到这个宗教甲信仰吼。啊，咱的信仰，共同的信仰，应该就是台湾爱建国啦。哎吼，啊，继续拍的，继续拍。好，多谢。勇敢奋斗。